成长，跑云，活着。之前有很多朋友转了我这个微博，谢谢啊。每天站在高楼上，看着地上的小蚂蚁，他们的头很大，他们的腿很细，他们拿着苹果手机，他们穿着耐克阿迪，上班就要迟到了，他们很着急。我那可怜的吉普车，很久没爬上也没过河，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，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我知道他很难过，我悄悄地许下愿望，带他去蒙古国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